欢迎来到斯达巴 ，brother， 吃一下 ，brother， 烦死了！想不到我在黄金海岸都可以飞热气球，气飞了！去最多的地方就是海边。嗨嗨，大家，今天这一集是很值得纪念的一集，因为我们要冲去澳洲了，第一次去 Australia。所以，我们这一趟旅程呢，其实是 Sony Malaysia 跟 AAsia X 在跟 Queensland 的 Tourism 合作的一个旅行团来的。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拍照、拍照、拍照，打卡、打卡、打卡 ，test camera、test camera、test camera。但是有一说一，我之前 search Australia 的机票时候啦，我 search 别的航班哦，都是要转站，但是 AAsia X 它是 direct flight 的，半个小时半直飞啊，到 Australia Gold Coast 啊，而且它的时间很。耶，澳洲发了各位耶！天哪，刚刚他们给我阿哥去 flat bed 了，我没有做过 flat bed， 见眼不见眼，是我想家真的很棒。柜子、厨房桌子，这么光。还有一只 spritzer 小小只的，对于 AAsia 来讲很仁慈啊。我问了，你是飞的，单程要四千多，合理，因为我们飞半个小时。这边就是给你一个 business class 的感觉，让你更加你可以去赚钱的意思，或者给你的动力去赚钱，对自己好一点。刚才在巴士上一顿猛操作，把妆化好了，衣服换好了。OK， 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报 club 呗，给大家看看我们这次随行的团友。裴勇，随行的团友一号，欢迎来到斯达巴。还有 Jamie 跟隔壁 ，Hello， 还有 William。Hola amigos。William 隔壁的男生 ，Hello，Hi。Hi。第一次见，你看到进门口就有这字，这就像马来西亚的四脚蛇一样。你全家才四脚蛇。请问这个 lens 是什么 lens？ 可以讲一下。70-200卷度，大三元其中一只大套，很可爱 ，Cola Bear。为什么它的脚会伸出来的？抽筋啊！哦，好多 kangaroo， 我要跟它打架。Brother， 吃一下 ，Brother。Brother， show me your bicep。可以吃一下吗？给个脸。烦死了。可以吃。大哥，谢谢你给脸。去了动物园就来 check in 我们的 hotel， 我们住的 hotel 这边叫做 Q1， 这边应该是在 Surfer Paradise 附近啦，是全 Gold Coast 最高的 building， 我们就是在这边。请问是可恩的 vlog 吗？对，记得 follow 我的 IG。好歹都讲 follow 下可恩。我突然发现这栋楼不是 Gold Coast 最高的 ，search 过，它是 Australia 最高，还有总共是332米的高度。你是做过功课是吗？是，我搜索过。学。哇，这个很大间呢，就我们两个人，这是整个家呀，我可以住。然后睡房里面还有什么？哦，衣帽间，很漂亮的 view。然后这边是海边，哇，晚餐地方很美，就是码头的隔壁。小红书每个人都来这里打卡。现在是4:03凌晨，是马来西亚 time 的差不多1:00半夜，我们正早起身去看日出。5:50，现在已经亮成这个样了，6:00就已经是亮到中午12:00了，大概。Thank you.
早餐吃饱之后，我们来到了我后面这个大大的，这个叫做 Hota Center， 就是这边的一个很漂亮的艺术馆啊。等下呢就会 test 用我们的 Sony HC 配一个 16mm 广角来拍广角大片啊。我现在的 vlog 是 18mm 啊，等下16会比我这个再广一点。给你们看一下价钱，这个是 lobster 龙虾，三只100块，还帮你煮，还帮我煮，对 ，yes， 就是等于说一只是马币100块罢了，龙虾100块，还有这个 oyster 这么多只，26.9块，你看这个大虾子，然后 mussels， 然后藻鱼 squid 大藻鱼。很大风，我该买的。Fly away， oyster， 嘟嘟。来澳洲一定要吃 oyster， 哇，很咸的这个 oyster， 不行，等着来抢我们的食物。咻 ，OK， 走走走啊。No， they say cannot feed the bird。Cannot feed the bird， but they stole your fries。这些细膏很恐怖。真的吃到很心惊胆跳，那个海鸟。一脚怪头我们的食物。哎呦！没有，他在看那个风墙给他扔下来的。你要爬高一点。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哈哈哈哈哈！我发现在黄金海岸去最多的地方。就是海边，这已经是我们去第三个海边了。然后这边叫 Snapper Rocks， 可是这个海边完全跟我们前面两个去的完全不一样，它就是很多石头。Life is a winding road, no telling where it goes.Driving through days and nights. 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很漂亮的 restaurant， 它是在海边的，它叫做 Clara Siblings， 就很漂亮，然后就在海边，主要是吃那个氛围。早安，今天是 day three， 我们今天也是另外一个早起的一天。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去看日出了，我们去 try 一个新的东西，叫做 stand up paddle boarding， 就是站在那个桨上面，然后我们就滑滑滑这样子。很冷的，真的要 paddling 啊！哇啦喂，裤都不敢脱。哇啦喂，哇啦喂啊，这个。那你不要进水啊，进水不是更冷？I see go 是冷到啊，心里面去啊！我跟你讲，你不会想要接近水，我死都会 balance。我跟你讲，不冷的吗 ，William？ 不冷的吗？哦，前世是阿瓜妹的。不要冷啊！真的吗？滑右边，滑右边，滑右边。想跟大家讲一下 paddling 完之后的感受，就是哦，很冷那个水，然后我们回去就一顿猛操作，就是洗洗刷刷，然后但是太早起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水太冷，我觉得我要感冒了，你看声音都有点变变底。你们看你身高哦，这么闪这样远，开心。你闪不远呢，很 wide 的十六哎。你闪不到的，还是拍到你的。我在澳洲最开心的 moment 就是吃生蚝。我跟你讲，我发现这边的生蚝都是小小帅的。对了，我在马来西亚吃，每次吃生蚝都会捞塞一次，吃一粒捞塞一次，然后再吃第二粒也捞塞一次。这边太棒了，每一餐都有海鲜，太真了，这边简直是我的天堂。我跟你讲，我爱 Australia。
各位，你们是不是没有来过 Coco 的巴沙马捞？我后面这个就是他们这里的巴沙马捞，但是我刚才在门口看了一眼，它完全不像夜市，它像万圣节巴地。Hello， 我怕突然 Hello。这里就是巴沙马捞啦，走开。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导游跟我们讲，国民美食甜点叫做雷明顿，其实我真不懂是什么来的。四方的红豆红豆。很像红豆红豆。这个也是 Australia 的国民甜点 Buffalo 啊，整个 market 都是 Halloween 主题。Hello Q。其实我发现这个不是一个巴沙马捞罢了，它就有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那种市集，它是比较卖比较有点 standard 一点的食物。市集走到尾巴这边，有一间店叫做 Gin Parlor， 就是我们讲晚餐的地方。哪里发香夜市啊？这里简直太美，好不好？哇，有 beer！ 我已经被它吸引了 ，yes！ 哇，今晚的 cocktail 特调叫做 Black Widow。帅，连主题都很帅。我就基本上，他在就是 serve 着我们在外面巴沙马捞买得到的食物，就是刚我们看到那个台湾挂包，但是他这个是那个 bug meat， 不是虫啊，像螃蟹这样子的肉啊，是海鲜来的。不懂会不会像我们的 on day on day？ 感觉像啊。嗯，它里面是蛋糕皮，然后它这个外面是椰丝，甜甜的。所以整狗算是偏甜的一个甜点。突发老板娘被餐厅老板带去看下不宜的东西。我们今天要看那些十八禁禁的东西。你看我后面这个，看到吗？看到吗？这间店的氛围太好了吧？但是我们差不多要走了，因为我们要回去睡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明天早上两点要起床，你能想象到吗？因为我们三点要出发去搭 hot air balloon， 快点吃饱了，我们回去睡觉。早安大家，今天是 day four， 现在是半夜三点钟，因为今天是看热气球的日子啦。哈冷，你是在土耳其做过热气球的人哦，所以知道冷。You got ice like summer sky。哇，超壮观的！这是我们今天打的那个热气球，是这个第一图的。哇，要这个角度看，这样我们一共有五个热气球一起飞。想不到我在黄金海岸都可以飞热气球。哦，我要上了，要上了，起飞了！ So if you want我们是在3000feet以上，你看它这边有那个很高啊。现在我们越来越低哦，我们刚才飞啊，大概有一个小时半左右吧。然后我们现在在慢慢往下，然后我面前竟然有一大群牛在奔跑。要借我们的车？准备好。Landing position。Landing。啊！我以为会蹦蹦蹦吗？只是很温柔嘞。哦，我镜头都不晃一下。Why no 蹦蹦蹦 one？ 是不是因为 Sony stabilization？ 哇！鼓掌！我觉得如果你们来 Go Go 要做热气球，可以找这一家，因为很亲切，然后他会讲中文，重点竟然可以进去热气球里面拍照。哎，我上次土耳其都没有这个，哇，竟然有！哇哦！然后手机就掉在那个balloon里面了。You're looking for go inside. Here. Okay. Oh, he's here. Oh my God. 成功了，成功了。整个甘蹦在帮他找电话。笑。整个甘蹦在帮他找电话，这个人该跟我们一起跳，是不是？圆满结束了，各位有始有终，到最后还要帮忙收拾，这是第一次啊，很好的体验，美啊美啊，找到了一个 best spot。
就在这个环境下面吃早餐。我一直觉得 Gold Coast 是一个就是沙滩海边有海有浪冲浪的样子吧，但是我没有想到它原来也是有这种地方，就是酒庄，然后森林、树林、大草原、热气球，没有想过。你好，你在给我选妃子这样子的吗？翻牌，全部是我的后宫。哇，嗯，我要翻牌子，今天我要重行遍那个。你跟阿巴克是有名字的，不要开玩笑。我们可以带他去走街，走一圈在草地那边。走走走。啊，我也是一个拥有草泥马的人，这是我的，那是他叫 Noodle。Hi Noodle。我们选了两只最容易 take care 的，因为我们真的是照顾不好人家。我以为是我溜他。周末他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话我叫他停了咯。他要去搞交解密。Surfer Paradise， 我们就是在 Surfer Paradise 这么多天，终于第一天来走了。Surfer Paradise， 原来这里是 Surfer Paradise as Planet。这个就是真正意义的黄金海岸，整片大大片长长的一个金黄色的海边。但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所以我们看不到很金色。如果今天是大蓝天的话，它应该是很金。很长哎，这个海滩，我看不到头。我也看不到尾。今天是 day five， 我们来到了 Movie World。这个听说只要来到 Gold Coast 一定会来的 DC 的 character， 然后还有 Looney Tunes 那些。我会看到哪一个角色，可是我刚才在门口就已经看到很大很长很高很斜的 roller coaster， 就是这个，你看它从这边到那边到那边回来。哇哦，对，因为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它这边就放出来了。 Justice League 3D 就关了。 Oh no， 不要紧，我们去看 Superman。 哇，有那个水红色的，我配了 Halloween。 She is my best buddyI like mixed with pup milk in the morning. Meow. She's even friendly with the rats. Meow. 很恐怖。我真的脚很软，都没有喊停过喊，你懂吗？这样恐怖呗？这样可以用这样。KTM 的喽。哎 ，KTM 的人怎么抓着我袖子？哎呀！很恐怖的这个，很像 Freddy 哎。他们晚上是有 Halloween 主题的，我觉得晚上来应该是吓死了，很恐怖啊这个。而且 Freddy 的家也是这种。哇，我来看赛车。准备好了，这个叫做 Stunt Driver， 应该会飙车。哇！报时，现在3点钟，我们已经基本上把整个园区都逛完了啦。也玩了一些过山车，它半天就可以走得完，还要走的没有的东西再走的那一种，所以就是可能大家就不用留一整天，半天就够了啦。看到那个日落吗？没有错啦，我们现在就是走着去看日落，然后我们要搭上一个 Sunset Cruise。在 Sunset Cruise 里面喝的香槟啊，太棒了吧！这天呢、啊，第一次在外国做 Sunset Cruise， 好美，好美。看看我们今天的衣服主题，全部人都穿白色。Will I cry？ Will I？ 这个六天五夜的 Gold Coast 旅终于要结束了啦，明天我们就要准备回马来西亚了。其实我觉得这趟旅程呢、啊，我收获最大、最大、最大的就是认识了一帮很好的朋友。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做 YouTube。这一趟旅程，我认识到很多一起做 YouTube 的朋友，每个晚上我们都在交流，醒得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不那么孤单，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做得更好了。而且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学会怎样更好的去用一台相机，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很常用手机拍影片，或者是用一个 vlog cam。但是这一趟旅程哦，我学会了那怎么 lens。用什么相机，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焦段，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是钱买不到的。谢谢这一趟旅程让我成长，希望下一次可以去更好的地方，当然最重要是学更多东西。
And I've been calling on my ghost. I put it to rest because I'm coming home, coming home. Oh, because I'm coming home,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